们的嘴里长有四颗巨大且锋利的獠牙，这家伙的上獠牙最长可达64厘米，并且向两侧弯曲，嘴里巨大的獠牙就是油猪最具杀伤性的武器。像一些经验不足的豹子在捕杀油猪的时候，随时都有可能被油猪的大獠牙刺伤甚至刺死，即便是狮子有时候也会被油猪的獠牙刺得遍体鳞伤。再加上这家伙本身就是一种好斗的动物，大体型够凶猛，并且防御性还强，所以多数情况下不到万不得已，非洲大陆上的食肉野兽并不会轻易的去猎杀油猪。对了，再有就是油猪还是世界上唯一一种能够在数月没有水的情况下依旧能够存活的猪，生存能力极强。